我讨厌你喜欢我。给你个嘴巴子还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你喜欢看我赢，行了，破案了啊！那既然你喜欢看我赢的话，我就一直赢下去了。我也不是一个非得要跟别人对着干的人。哎。全军出击！啊！俺一个跟头能翻18000里。猩红收割者强攻，你干啥呢？你要上来跟我干呢？我们可以上来先跟他锤啊！他是电刑，我们是征服者，随便干。追不上了，跑得有点快。好好闪现，嗯，好闪现，这波直接吃个药他就傻了，啊，他并没有想到我这个药能回60滴血，哎，并且打的时候按一下波浪剑，这波他电刑没好，我们有点盐可以上来接着干，直接套点盐继续干，闪现一个平 A， 呀，换掉了，换掉了，其实不划算，因为我的兵线往外面推了。你先来个这个吧，差一丢丢就把他杀了，差一丢丢。啊，他电刑好了，强攻系效果，他一闪现把你抽死，我跟你说，好闪，卧龙凤雏啊，兄弟啊！一 A Q 再 A 再 A， 这个位置是卡住防御塔的位置，不会被塔 A。一 A Q 四药，即使他加血，我也是算到了，我算到他这波一共回多少滴血。哎，我就发现一件事啊，就是我只要一步狠一点啊，对面那蓝枪必定都一个大我六七百七八百一千多的，怎么回事？蓝枪的英雄有毒是吧？我只要一步狠了，那队友那就是必让蓝枪起来。嗯 ，WEAQ 平 A 拿下这个双 buff。这蓝枪怎么这么狂吗？现在这英雄啊，我也来一把呗，我来什么一把，我把他头给他打炸了，我让你玩蓝枪。我们先出个三项，我现在已经很记得三项到底是怎么出的了。来个燃烧宝石，有些兄弟啊老刷屏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那一个人啊还是好几个人说的都是同样的话，什么时候出三项？什么时候出分离者呀？我回他一遍，他再说一遍；我回他一遍，他再说一遍，就一直能有一个人就在这里说这句话。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回一遍说一遍，回一遍说一遍。那个人到底叫什么？能不能咱俩现在把话摊开了？你到底想不想听？我跟你说一遍，你就别再问了，行不行？我估摸就是你的小子，你怎么回事？抽一下。哦呦，你来！哎呀，他换了呀！行不行？我跟你说一遍，什么时候出三项，什么时候出分离者，你就别问了。咱这个话题就此别过。你像打天使这种的，凯南这种的，比较脆的，哎，你就可以出三项了。
你像你打个奥恩石头人，打个鳄鱼这种的，你就出分离者了，明白了吗？当然你可以打这种天使，这种你也可以出分离者，这个看你自己，你觉得哪个好用你就用哪个。反正分离者就是打这个游戏最稳妥的一个装备，哎，它比较的稳妥。我发现你这是有点不怕死了呀，这是注意一下，应该死不了啊。这蓝枪过来了，别怕，我们这么老些兵呢，他也打不死我们。我们勾引他，让他有这种要杀我们的这种欲望，知道吧？他就会上当。这波不知道他升不升，他如果升六了会比较麻烦啊。他如果不升，我们就可以勾引他一波，看看他带的什么征服者可以啊。他应该是要配合天使过来杀我来了，要我一圈，从这边来了。我们可以小勾引一波，好，小勾引一波，一过来 A W 走位吃药闪现走，行，打天使一个闪也不错，我关键是差点钱，我差点钱。借波呀，直接进入到草丛之中，1AW A 接双 Q 把它拿下。这蓝枪跑这个位置来了啊，我钱够了，站在左边，他拿我也没办法，他一个大也打不死我，他也不敢越塔。哎，黄子在我旁边，不要害怕啊。回家了，还可以杀一波天使。当然不能 W 起手，而且他不能升六，别让我一招，一招就死，死了。EQR W A 接 QR 转起来。过几天有个全明星，是不是？看来我也得上上场了。我这塔皮不吃了，算了，有点危险。你那嘴就别去了，怎么的呢？我嘴过两天就好了，我就可以去了呀。哦，亚索还死了，哎呀，真菜呀，这兄弟呀。A 都走了，再 EA 出耗点盐，开大招，烫死了。大招可不是无敌的，
还是得怕点点盐的，兄弟。这波不拆啊，把这些小兵留着，这样塔会打这些小兵，我们家的小兵就会打对面的小兵，哎，然后小兵就会被消耗掉，啊，就会被消耗掉，一个无影棍给他拆掉。先插个眼儿，这波他没有大，我们可以直接杀，一刀就死。EQR WA 阶段起来。换了其实不太划算啊，但是这波我们快速回城刚刚好。啊，全明星在斗鱼的房间还是在我的房间？在我的房间啊，全明星。我说真的呀，我就参加全明星去了。也好久没跟你们秀一秀了。这亚索中路是真不让人省心的。我们去杀个吸血鬼。想回家？你强攻吸血鬼，你跑得快吗？369不去了，让我去。那我跟他好兄弟，他是不是得让让我呀？假装走了啊！唰，哎呦，我反应不错啊，反应倒挺快的，兄弟。就是啊，下一波你没想到，这波打完我们可以去下路看一看。来，鱿鱼这里有没有眼儿？扫一下啊，这里没有眼儿，直接把沙米拉杀了，看看他有没有盾弓，没有盾弓直接就把他杀掉。 A 段起来，平 A 一个 Q 死了。把下路塔拆了吧，正好吃一波塔皮。还能吃一层，把塔拆了，回家了，买个破败。有一次全明星石头人高光时刻，哎，往事不要再提，好吧。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视频，啊，我们一会儿可以小看一波视频。蓝枪的双 buff 我要了。你看这波他打完红他一定会去打石头人，为啥呢？因为他满血，他不可能回家，一个满血的人不可能会回家。我们直接跳弹过来 WEA 再 A 他，而且他一定是技能全用了，知道吧。哇，这蓝枪这么猛啊，猛个屁吧。
版本答案是猴子吗？不是，这版本猴子可不行。这版本猴子差点意思，先走一波，不打了啊！打他一波差不多了。这沙米拉居然敢出海妖，在这等一下啊！这里有没有眼儿？一目了然。那版本答案猴子可不太行，这英雄没什么用。你别上了，哎，我来吧，串起来。第一对线不太行，这波看能不能打，不能打上去我们可能会死。回上路收兵去 T3 吧。猴哥是我看到娱乐主播但是玩游戏很聪明的主播，这个确实没毛病，兄弟，我承认了，我娱乐主播，但我娱乐的同时我又很聪明，这就会给人一种效果很好，他不是那种菜逼，大家看着吧就会很得劲儿，你知道吧。有一些东西吧，我这不是胡说八道，我这真的是正经的在跟你说的。这沙米拉看看谁活了啊，上的时候看看先有谁，他们家马上出来人，这不能上了，五个人全活了这就不能上了，先扫一下没有眼儿可以上来杀。这沙米拉只需要三秒，杀完走，能不能战死假猴，把假猴给我杀了，先扣他一下啊，别急，他追不上我们，我们跑得很快的，而且这个天使啊一看就是脱节了，如果他再敢追我们就把他杀了，他后边没有人，前面有视野，这波可以杀，亮牌死，闪现 A 破败吸住，你可以走，刚才可以走，但你如果你亮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这波啊先不要打，我们没技能了，先拖一手，先杀莫甘娜 EAAA 接个 QW 往右走平 A 一下，看看这吸血鬼能不能杀，费点劲，他可能有血池，不杀了。哎，我嘴说的泡沫子都一大堆，而且我这把中间我想说句话来着，我忘了我要说什么了，我要说一个非常厉害的一句话，但我给忘了这句话是什么了。既来之则安之，这都不掉血，这都后边指定是有人儿，这是，但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走得掉，这我想走就走哟，啊，这没办法了啊，尽力而为吧，这波。把九头蛇出了，出完。咱再出个死亡咒，嘎好啊，没好啊，你听着感觉好了，其实我说话嘴我都不动的，我的嘴都不怎么动了，
那吸血鬼有推的棒，我没想到啊，这他还敢偷美甲的窃魂券，谁把我杀了？刚才法外狂徒。红没了，我们把上路线带了吧。这波是必输的，这波不可能赢，因为我没带。我们家这个顶梁柱密没带。一会儿啊，就杀吸血鬼，别人不杀。杀别人没有用，他们家翻盘点就是吸血鬼，别让对面给翻了。他上来就掏我点烟，我确实是没想到。扣我来。他俩还追啊，看看他俩脱没脱节，脱节了可以反杀。如果好几个人那就算了。他往这里插眼，我们往右走，他看不见我，然后回头把他杀了。这小崽子，天使怎么回事？你能打得过我？哎呀，人来的有点快，出个振奋吧。我有一种要被翻盘的感觉，所以现在必须立刻的去打大龙。一定得去打大龙了。猴这个英雄在这个版本没有主宰能力是不行的啊，我有一种要被翻盘的感觉了，我们得去打大龙，逼对面打大龙了。哎，你看这鱿鱼们开送了，这队友，这队友其实没有几个有用的，他们都不来，我们自己打，不管他们俩。这波他俩还追就全死，直接跟我来了，俺俩直接打，我吸血够。别打那眼儿，像这种就别打眼儿，你打眼儿对面就知道你打龙了。如果你不打眼儿，对面就不知道你打龙。先把这吸血鬼给他杀了，这就是装，劣势角还装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哎，可以干，别上啊，先走一走。一 A 出，这个双天使有点烦。收我，没关系，我有吸血。W E A Q 杀天使一波，不墨迹了，赶紧推下一把了。快点的，别搁这装杯了，快点的吧。对面的吸血鬼一看就很想翻盘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吸血鬼到达25层输的那一刻，我们就已经输了。因为这中路这亚索有点二，